什么？我？corona 什么 ？who corona bad 啥？战争战争？Fuck you. Fuck you. Hello, say hello. 不要动手动脚啊！尊重尊重。你不要再骂了。尊重尊重。Stop.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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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bbish. P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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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bbish. 不要碰我啊！痛过，傻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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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说，你也等了啊？啊？不要碰我啊！玩归玩，闹归闹啊，碰我就不行了啊！我们来合个影。这是我在机场等人的时候呢，哎，碰到一个人，他就无缘无故的问我是哪里人，然后就说了刚才那样的话。然后我刚到德黑兰的那天呢，也碰到一个老头，感觉这车站里的人素质都很低啊。老头，你说啥？这个老头呢，刚才骂我。Oh yes, how are you? Hi.I'm glad of visiting you. Here is Iran. What? Of course. See again, see again. You see again? We are lucky I'm visiting you, Chinese. Hi. 还有我去办电话卡的时候。What do you see? Huh? Thank you, thank you. 说什么 ？I'm not speaking English. 有还是没有？他说 fuck you.这是我在另一个车站碰到的问题。这个老哥呢，也是在远处说我们秦腔穷。说什么？我？当时呢，有一个俄罗斯人在我们旁边，然后这个伊朗人好像就怂了，他说他没有骂我，是在打电话之类的。No. He is no. He's Asian. 哎呦，但这都不是最可恨的，最可恨的是有一次我在那个酒店住了3天，啊，最后一天我想去泡个泡面，在晚上的时候，然后他跟我说你是 corona， 你不能泡泡面，不能把厨房借给我，我当时就气炸了，然后第二天就没住那里了。也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些人啊，经常会在莫名其妙的时候说你一句，然后，反正给人印象非常不好。